嗨，干什么呢？张小晶爱扒女厕的墙头是老毛病啊，陈洪普爱看女经理更衣也不新鲜。不是你文约翰，你小小的年纪，你怎么也学着当批评烫呢啊？杨哥，咱北京园新来了一女领位啊，是个韩国女孩子，但是她会说你们中国话，是吗？长得怎么样？绝对彪，这确实是蛮漂亮的。哇哦，齐了，我也甭别人了，就是他了。哎，这什么呀？就是他了啊？你征求我的意见了吗？杨哥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朴小姐是哥们儿先看上的。俗话说得好，夺人所爱非君子，朋友之妻不可欺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死猪不怕开水烫。哎，什么意思？别让他那么讲些什么东西、啊。但是你们知不知道，这个朴姐她爸爸是韩国人不假，可是她妈妈是我们台湾人，所以讲我会同她比较般配。No matter 他的 mommy and daddy 是外国人，现在我和他是美国人，我们美国人之间的事情你们中国人就不要费心了。他是美国，你杨哥看见了没有？哦，你看见了。哎呀，看来只有他们洋人才能搞定他。我不信，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高产。对，从心理学上讲啊，这样过于出色的女孩子，往往会被误认为是高不可攀，所以反而没有人会去追求她们。我建议，每人出100美金，啊，谁先把朴小姐搞定，这$400就归她了。嗯，我同意。那这次行动的代号就叫沙漠风暴 ，OK？ 去！什么沙漠风暴啊？这是搞定朴小姐，不是搞定萨达姆。那就叫追花行动，好不好？好，中华男儿无花不追，机会均等，我投一个。哎，快来！哎朴小姐，你知道我过去是干什么的吗？种地的？不对。放牛的？也不对。哦，哎，是你是杀猪的？对了，也不对。你怎么老往那种地方指使我呀？你看，大熊 ，no， 你再看，这么不男不女的 ，I know 你是太监，胡说，谁是太监啊？太监在我们国家早就被废除了，那你就是太监的后代？废话，太监能有后代吗？算了算了，我直接告诉你吧，我过去是运动员，我参加过奥运会。哎呀，你哪里有残疾？我这腰有点儿。哎，不不，不是残疾人奥运会，我是真正的运动员 ，hockey player。But 我不喜欢运动员，身体是壮，没有头脑。谁没有头脑？哎，对，我跟你一样，我也不喜欢运动员，所以我现在洗手不干了。朴小姐，我觉得吧，作为一个男人，最重要的，对家庭要有责任心，对妻子要会先爱心，出门去要放心，搁家里要省心，
别人看着要称心，自己用着要顺心。你是说你们中国男人有很多心？ No no no， 我是说我们中国男人和你们韩国男人不一样。我们中国男人勤劳勇敢，温柔善良，上得了学堂，下得了厨房。我们妇女解放，男女平等，你听说过吧？ Yeah. 实话告诉你，我们不仅实现了男女平等，而且平等都有点过缩了，女的都骑到男人头上去了。这倒是个很奇怪的姿势。不过杨先生，你说的那种中国男人，在我们韩国女孩子眼里就不是男人。哦，我的母亲就是中国女人，她就是因为不喜欢中国男人才找了我的爹地。哦，我们可以改啊，改好难改坏还不容易吗？欺负女的谁不会啊？我们韩国男人有的是，你就不用改了。哎哎哎哎，我看这追花行动就算了啊，我都没戏，你们还瞎耽误什么功夫？哎，也不好这样子讲，我追求女孩子从来没有失败过啊，真的，当然还没有追求过。田小姐，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？哦、oh, please。 田小姐有没有听说过陈永庆？ Yeah， 台湾的亿万富翁，听说他们家的马桶上都镶着钻石。不过好像叫王永庆吧。不不，我讲的这个陈永庆啊，也是亿万富翁啊，那马桶上也镶着很多的钻石。这个皮小姐，可不可以猜一猜陈永庆和我是什么关系？他和你没有什么关系。没有关系还猜什么东西啊？想一想，陈永庆、陈洪普，什么地方听起来会蛮像？哦、都姓陈。我猜出来了，你是他们家的穷亲戚。对了，不对，没有那个穷字，就是亲戚，关系蛮近的亲戚。啊，论辈分，我比他大三辈，在家里面我排行老八，那应该讲他管我叫八爷爷。他排行老三，那应该讲我管他叫三孙子。你是说？你的孙子是个亿万富翁？的确是这样子的。那你这个做爷爷的却在这里打工？是这个，这朴小姐你还也不晓得，我这个孙子对我要求是蛮严格的。对啊，我趁着年轻的时候啊，出来闯荡一番，磨练性情，自食其力，将来才会有出息。你想，哪一个做孙子的不希望自己有个有出息的爷爷？三孙子这样的孝顺啊，按理讲我这个做爷爷的蛮可以放心的，只可惜啊，我这个三孙子还缺一位八奶奶。这朴小姐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做这个台湾亿万富翁的八奶奶？ Of course， 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。请讲出来，什么条件我们都可以商量。八奶奶我可以当，不过我要一结婚的时候就做一个有钱的寡妇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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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你个头啊，一结婚你就做寡妇啊？你这明明是要把我搞死掉。Miss Park， 我有一件事情想求你。 I know 像你这样美丽的 girl 都很善良，很热情，很不愿意让别人失望。
到底是什么事情？我笑的时候，我就很傻，很笨，很不会说话。这我看得出来。我还很害羞，很怕和女孩子说话。这我看不出来。It's true， 我和女孩子在一起的时候，心跳加快，血压加高，呼吸加大，两眼加黑，最后就是昏死过去。你是说让我帮助你？ It's right。 让你和女孩子在一起的时候，心跳变慢，对，血压变低，呼吸变慢，两眼发白。 No 你说的这个样子也是昏死过去了。我只是想请你 teacher 我和女孩子在一起应该怎么样谈话，怎么样约会，怎么样 kiss， 怎么样 go to bed。 你是想让我亲自教你 see？ Yes ma'am。那我就要昏死过去了。朴姐，有一事儿非得告你不可。刚才他们都追求我，被我拒绝了。你也想来试一试吗？No！ 他们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狗咬碎泡空欢喜。碎泡？啊，我不是说您是碎泡，我是说您拒绝的对呀，我支持你呀，而且我还有一重要的情报，我告诉你。No！ 我不是韩国的 spy， 我不想知道你们国家的机密。什么国家机密啊？你个人的机密。我？就这帮在背后算计。算我什么？他们拿你打赌啊。那意思是谁要把你给请出去就能赢。怎么样，想不想挣点 easy money？ 怎么整？你跟我一块儿出去喝一杯 mocha， 我挣的钱分你一半。只需要喝饮料，不需要做什么别的不好的事情。什么话呀，我哪能拿您当鲁文斯基啊。咱们呢踏踏实实喝一杯饮料，完了您把那饮料钱一结就得了。哦，好好，我同意，然后你再分给我$500就 OK 了。对，这什么就对了。我分你$500，我全给你我都不够啊。我没有办法，你长得这么的丑，$500是最低档小价钱。这看清楚了，谁丑啊。我不是后边做饭的老黄。I know。如果你是黄先生的话，最少要收$400。我500，他400，不对呀、啊，合着我还不如老黄呢，我。哎，我杨坚，从14岁早恋开始，一直是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没想到啊。一世的英名啊，栽在一个韩国小妖精手里，可耻啊，可耻的记录。你这个记录算什么了？不管怎么讲，你以前还有过很多次成功的记录。哎，可怜我呀，第一次追求女孩子就被当头一棒打得头昏眼花，这样大的刺激搞不好我会落下终身的心理障碍。哎，你们中国人受一点刺激也就 OK 了，我一个美国人受了这个打击，万一从此我对女孩子失去兴趣我怎么办？没他妈这么挤的人的。你也在了，你受的什么刺激啊？你还冷说我长得不是那老黄。这个话你听了以后千万不要难过，你长得的确不如老黄。你说什么？你还再说一遍。你们俩就不要内讧了。说说现在怎么办吧。
我看还是取消这次追花行动吧。啊，就完了？没那么容易。对，我们也要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。我建议我们对他实行三不政策：不对他微笑，不对他讲话，不看他一眼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就您这三不政策，这也忒客气了吧？这个没什么杀伤力啊。那你的意思呢？我的意思，你抄拐子他老腰，我先暴菜压一顿再说。行行行行，男生怎么可以动手打女生？哎 ，Right, we can't do that。就是啊，好男不跟女斗，打小姑娘不行，咱先骂他一顿。走，哎，对，哎，对对对不瞒你说，朴小姐，我们发现你吧，其实特别不经看。没错，第一眼看上去一般般，嗯，第二眼基本没法看了，到第三眼那简直就是恶心。哎，哦，你们可以不看，没有人逼你们看。不看不行啊！您每天抹的白不呲咧一张大脸，跟门口晃啊晃啊，没处躲呀。就是，不光脸抹得太刺眼，身条也透着夸张啊，腰勒那么细，胸垫那么高，让人看着还真有点受不了。你们怎么知道我这个是电的？都是东方民族，蒙谁呀？飘姐，我可提醒您，美国这硅胶技术它不太过关，说不定哪天非得出事儿不可。哦呀，谢谢你们的提醒，以后我多多当心。当心就完了，模样长得也毛病多呀。就是啊，首先眼睛太大，眼大无神；其次嘴巴太小，嘴小无唇呢；鼻子推直，像猴不像人。脸蛋太白，赛过和面盆。Thank you， 谢谢你们，以后我化妆的时候一定注意。Oh, it's very kind of you。这，嘿，我说，您还看得用呢？听得懂好赖话吗？我们这是挤的你呢。什么是挤的？哎呦喂，就是骂你、臭你、诅咒你 ，curse， 懂不懂？骂的是不是太狠了点了？没事没事。两位大哥，谢谢你们给我指出的许多缺点。不过我认为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应该拒绝你们对我的心意。明白了。哎呦喂，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啊！下次注意了。干嘛下次啊？飘姐，今天晚上有时间吗？干嘛还今晚呀？现在我就有时间了。现在？哎，马上就要上客人了。嗯 ，Come on, baby。没我什么事儿，这个，嘿，你说这不是错祸吗？不行，我得空还得骂他。飘姐，不是有话好好说，这可是男厕所，这个。不要害怕 ，boy， 这里不会有人来打搅我们的。我，杨坚呢？你把杨坚怎么着了？你想把我怎么着？你想知道杨坚是怎么了吗？飘姐，这么快咱俩就这太快点了吧，我这一时吧还有点不适应。风
见思想真是害死人的话。这里是美国，是很开放的。那咱就入乡随俗吧，别坏了人家规矩。谁能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